外交部长，外交部长，谢谢。张委员好。哎，部长，还有海巡署了，苏定。海巡署，苏定来不？副署长，副署长。张委员好。啊，副署长了。啊，渔业署，渔业署署长，哎。哎，那个，那个讲话足歹，那个足粗鄙，国安局都来不？我来，一定不来。今天国安局副局长。国安局无副局长来了哈。副局长也来，哎。我先来请教我们渔业署署长了哈，苏定啊，委员好，三月份呐，这小琉球啊，那几艘渔船嘛哈，是是，这个盛德才跟联谊星号啊，这个都是本席选区啊，我自己故乡那边的渔船呐，是，所以我特别会去做关注啊，我特别去拜读了你今天提出的整个报告啊。那我看呢，你的结论里面呢，渔业署今天在今天的报告里面呢，我看你最主要是提到整个纷争里面呢，可能都是要必须要透过外交途径了。苏定，都要共播啊，李家阿盖广告播啊，李家，针对小琉球级啊这两艘。我们的盛德才跟联谊星啊，受到印尼的公务船呢、啊，这样蛮横呢、啊，他行迹好卡，以为刁难呀。渔业署，你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如何来帮助我们的渔民？你做未到，你有什么困难？要跟人家斗下手的无？那这样子了，就说印尼。这一方面，他现在是强力的在扫荡非法的这个渔业嘛？这个已经讲很久了，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印尼现在执法非常严。是是是。啊对吧？啊你敢那讲，咱的渔民讲印尼执法很严，啊敢那讲安尼就好啊？我讲这里面的话，会有几个事情哦，要非常的清楚。你做未到的部分就对了，你做未到的部分，就是说需要人国部的该斗下手的啦。啊，他印尼的这种公务船相关的这个资讯。他如果能够告诉我们，那我们会把这个资讯呢给我们渔民。那渔民看到说，哎，这一条船是印尼的这种个公务船，那他就能够辨识嘛。所以这一方面的这个辨识，那在另外的话就是说，这个有关整个的印尼的这个执法的这个相关的这个程序啊，如果呢能够很清楚，那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渔民来知道。好，那我等下要上啊，外交部部林部长，不定啊。刚渔业署署长的讲法，你应该也知道了。了解，这个让我们非常感慨啊！你说台日，我们签了哈、哦。你说台非相关的渔业协定，如何来执法？渔业事务执法的合作的一个协定，这个也都签了，已经完成了。是是啊，印尼是安怎？你跟人冤仇哟，还是你那边啊？你安怎？你做阿久拢搞不定，都没有办法着手去进行，没有一点进展。没有一点点的眉目。我今天看国安局哦，他提出的报告啊，跟渔业署提出的报告，全部都在讲，就是你外交部毫无作为。委员，我想不是这样的哈。其实事实上，我们有很多台湾的渔船在印尼有登记啊，成为印尼的船籍。那这些渔船当然是可以在印尼的海域作业。那当然。但对于在印尼的专属经济海域，那我们如果没有在印尼登记或者跟印尼没有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当然要遵守对方的法令嘛。针对本案来讲的话，事实上是双方面的立场说明是不一样了。所以我想，我们需要来做一个理解。部长。你没有听清楚渔业署长的问题耶，很清楚啊。对方印尼的公务船是，他如何来执法？海上执法的程序到底是什么？他的准则到底是什么？我们自己国家不知道，所以渔业署才会跟你讲啊。没有没有，请外交部啊，透过外交的管道，我想去要求印尼政府来做提供啊。不是每个国家针对渔业执，哎，我想是这样子哈，这个所有的执法它都有一个既定的程序了。事实上，可以这次可以看得出来，对方他用这个无线电来这个用呼叫的方式，这个对公鸣枪的方式，你说听不我的问题呢？印尼如何执法？
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按照整个正常的或者说标准的执法程序？渔业署没有办法去告诉我们的渔民说，如果印尼的公务船今天在真正在执法的时候，他的标准程序是什么？所以渔业署那个的公，这另外搞不挨一怕病。没有委员，我想要了解哈，因为这个事实上是发生在清晨三点钟。马六甲海峡是有海盗出没的地方，其实即使印尼在做的时候，我们的渔船敢不敢停下来？这个里面是很多问题，我们要去处理嘛。里面我们的渔船是当然很多问题，我们要去处理。没有错，部长，但问题是长期发生的，我们从来没有好好去处理过啊。哦，不是这样。印尼的公务船，这个就跟我们这两天国内发生的随机杀人一样啊。哦，不是这样子，上面的不是这样。过去枪拿起来开，全部都开那个船舱，还不是这样。部长啊。我觉得你应该要把这个报告好好看一看，我觉得不是这样子哈，因为事实上我们的船是逃，因为对方来讲是因为他是依法执法，他认为我们的船上面是因为他是依法逃逸。啊，你讲这，我跟你问一堆，你也无安全，都无叫对问，叫问题你回答吧。我有回答。我现在在帮你，你是肩膀不够硬，我在帮你谴责印尼政府。我不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签了这么多年了，我们双方面要应该要来建立一个合作的机制。你简单的回答本席。为什么跟印尼搞了这么久，没有一点点的进展？就这么简单。我们跟印尼的关系各方面市场有非常多的进展。我想针对这个渔业的部分，那需要来做进一步的努力。我觉得对方要保护他们的渔业资源，印尼哦、我们有我们的做法。印尼的这个政府就给人跨衰了，你知不知道？这个政府这个行径看起来就像个土匪一样。不，我希望委员不要随便批评对方的政府哈。事实上，这是双方面针对执法的部分。我看到我们的选区的渔民，我们的渔船开出去，我们印尼的公务船拿对着船枪就一直开，还不能批评他们的政府？我觉得不是这样子，我还赞美他嘞。这是双方面要来进一步的沟通，要厘清，要协商，要能够来保护我们渔船的权益，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在立法院不要讲外交辞令。我们要的是你有没有办法，有没有能力去解决啊，这才是重点啊。这个就是我们要努力来解决的地方吧。我们外交部，我们要配合渔业署，我们一起要跟印尼方面。事实上，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我小琉球的圣德才号、联谊星号，哎，我那不是底下被到印尼去，好像被搞得像被那个。内湖那个王姓嫌犯一样，那要船你爱怎么追就怎么追，爱怎么开枪就怎么开枪。是这样，我们是经过一点谴责都没有。我们是经过印尼的专属经济海域，可是针对印尼在执法的过程当中有使用武力的行为，这个我们已经表示严正的不满，我表示抗议。我看你今天那印尼的外交部长呢？哦，不是，委员不是这样子。这样的针对印尼的公务船，看到我们的船就往船舱去开枪，委员还有去要赎金，对方路过就追逐、哦，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委员，对方有提出他们的报告，我们现在也要做进一步的评估，双方面要坐下来，要仔细的来做一个比对，双方面要来协商怎么样来处理未来的事情嘛。所以说，我们要保护我们渔民的权益，肯定要有一个正常的途径，不要碰到。单一个案就搞得焦头烂额哦，也不会，不会，藏起来该我们该把它谈好的事情我跟委员报告，我们跟印尼的沟通事实上是到部长甚至于更高的层级，事实上这个相关的接触，我可以再跟委员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你在笑死人呢？你2014年，你要去个见人新总统，你都见人未到啊，人连插门不爱插你，这你跟人关系在偌好，所以这个谈不好啊，本席一直猜不透。为什么这个国家那么难搞？难搞也就算了，伯弟嘛，多尽一点力量。不是委员，多一点努力。印尼在过去这一两年来，强力在扫荡非法捕鱼的事情，事实上我们都很了解。我也相信渔业署也通知我们所有的渔船，跟我们的让我们的渔民知道。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那这一次在专属经济海域双方面有不同的说法。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如果没有能力去保护国民的生命跟财产，尤其对我们这渔民出去要遭受到对方的公务船这样开枪的生命身价，我们大家要按照既定的程序。委员，我了解您的说法了，这个、不能只有说我政府已经告诉你了哦，不是这样，这个国家已经在强力在
打击非法的一个捞捕鱼了。政府要跟印尼要去建立，政府的责任不是只有如此而已啊。不，委员，我们要跟印尼政府要建立这样一个合作的机制，我们要尊重对方政府，他们有他们的做法，有不当的地方，我们当然提出我们的抗议。啊，但是更重要的要建立。我丢给他员工家，上面在保定。啊，那像不像这保定、哦？委员不是这样的，我们要跟印尼方面要建立一个合作执法的机制，这个是一个努力的方向，这是要为未来着想。这一次的事情，我们也需要去做进一步的厘清。每次发生这种事件的时候，你们所有讲的话一模一样。哦，委员，我这个我不能同意。啊，不你讲，我们今天跟你我们今天跟日本，你只要告诉我，我们今天跟日本发生这么多事情，你外交部你进步在什么地方？你的具体作为、有效措施在什么地方？没有看到吗？我们在里面写的非常清楚 哦，用写的就好哦。不，我们这些的广告我就让你下作文比赛还能得哦。我也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跟印尼政府在接触的、在接洽的范围，可以说真的是非常的深入。相关的资讯我可以提供给委员参考，但是我希望委员要了解，这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事情。不要努力啊！业署的报告啊，嘛定义你给你外交部，你给你求援呐、啊，你在不在部长啊？较谦虚的啦。好，委员，我们透过我们驻印尼代表处，还有我们驻新加坡代表处，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协助。那我们会跟渔业署来做进一步的配合，我觉得这个事实我们希望委员能够了解。你实在是杂头呢，我咧跟你讲的是讲你整个事件不要碰到事情发生以后才要来提供协助，应该跟人讲好势，较打拼，较有一点仔成果出来啦，部长啊。好，我们时间到了。本席在跟你咨询嘛，不是对你嘛，不是歹代志啦，给做一寡代志啦。我们谢谢委员的指教，其实我们都很努力啦，不是这样。下一位委员，请孔文吉委员咨询。